位战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战友之声粤语频道 Voice of War Media。今天是2019年9月11号，今天文峰为大家做新闻简报。第一则来自《苹果日报》的新闻，标题是"逆权运动抗争日程，各区继续大合唱，913中秋夜，香港之路燃亮狮子山"。面对恶法威胁，港人对抗执法不公与白色恐怖的抗争日程，日程表日日更新。踏入九月，学界发起大罢课，而美国时间9月9号。美国国会就会复会，届时将会审议《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2019》，让打压损害香港人权的官员需为他们的行为后果自负，受到限制入境、资产冻结等制裁。周五13号的中秋节，除了市民再度发起机场交通压力测试，晚上亦计划在狮子山筑起人链，以及在各区庆中秋、迎接国际民主日。民政计划在915再次举办游行，表达对政府未完全回应五大诉求的不满。另外，有网民表示，因为已经开学，不少学生都要提早休息，建议将每日窗边演唱会提早在晚上9点开始。各区晚上亦继续有人发起合唱团，号召网民到场，一同高歌“愿荣光归香港”。第二则新闻来自《苹果日报》，标题"逆权运动"，林郑拒独立调查，郭卓坚求复核，官称完全是政治决定，法庭拒受理。针对特首拒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调查警方滥权滥捕情况，复核王郭卓坚与市民叶庆祥早前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指林郑月娥的决定是行政失当，完全不符合公众对特首的期望，为高等法院丁班判词，指申请没有合理可争辩性，拒绝受理。法官周佳明于判词中指，现时香港应否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完全是政治决定。法庭已多番强调，司法复核并非解决政治问题的地方，批评申请人郭卓坚及叶庆祥滥用司法程序。法官又称，申请人要求法庭命令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未有点名调查事项及范围。周官指，委员会必须要有明确而清楚的调查项目，方能发挥作用。他续称，法庭无权要求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特首亦无法律责任必须成立委员会，故撤销申请人的许可申请。第三则来自《苹果日报》的新闻，标题"逆权运动"，流亡台湾抗争者离港感愧疚，重新抉择，仍甘愿上前线。反送中运动至今3个月，7月1日亦曾发生闯入立法会事件，事后有多名参与者流亡台湾。有线新闻到台湾访问了其中一位流亡年轻人，直至今日看回当初的决定，他坦言一直有留意香港的发展，为离开的决定感到愧疚，但仍没有后悔当日冲进立法会，即使重新抉择，仍会站于前线。他亦诉说，在台湾人生路不熟，感到孤单。20岁刚出头的 Johnny 原本是大学生，但7月1日冲入立法会后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接受访问时，亦述决定离开香港时思绪混乱，未想到决定有多重大，原本只想暂避一下，岂料无法回去。他回忆当日离港时哭成泪人，我受不了那种别离。亦坦言家人年事已高，担心他们若有事，自己却不能陪伴在旁，感到担忧内疚。即使身在台，
专里的心仍在香港，每次示威都会看着网上直播。721元朗恐袭成为他最深刻及最愤怒的一幕。当日看着新闻时不禁哭泣，那一刻很想冲回香港，但想到动用了很多人的力量才流亡到台湾，若贸然回港显得不负责任。他一说7月1日仍属运动初期，当时不是全部人支持冲击，事至今日运动已升级，为此感到惊喜，但形容香港人是迫于无奈，这样打人没有理由不反击。对于当日冲入立法会，专里说感到遗憾，但不会后悔，即使从头再来，自己仍会参与前线，唯一改变的是不会离港。我们一起进去了，但是我走了，逃避了，其他人留港却要承受这个后果。他相信现实港府已锁定逃亡台湾的目标，难以回港。专里希望能在台湾完成大学学业，在香港读到一半就过来，一切都很不稳定，很迷茫，完全不知道前路，很想很想回去香港，始终那边是家。台北律师工会表示，已开始对流亡港人提供法律协助。台湾陆委会则说，严密关注事件。下一则，来自苹果日报的新闻，逆权运动，台人深圳拍武警集结，失踪三周，国台办证，涉危害国家安全受审。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今日在记者会证实，早前陆委会通报疑似失踪的台湾屏东县芳寮乡公所乡政顾问李梦居入境香港后失联三周，他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已被依法审查。早前陆委会通报疑似失踪的李梦居是在8月18日到港，据称关注香港反修例事件的他20日于深圳拍摄武警集结的相片后失踪。陆委会提醒台湾居民，由于香港示威抗争情势持续紧绷，近期如前往香港或由港转赴大陆，务必注意自身安全。下一则，苹果日报的新闻，标题：逆权运动。上环深水埗设催泪弹后三周，仍测出化学物，化学工程师促警勿滥放。2014年雨伞运动，警方以87枚催泪弹镇压，引起社会极大回响。但五年后的今天，催泪弹已成为警队处理每场示威活动的最低武力。过去三个月，警方经常与社区释放催泪弹，甚至或于无人的街道令当区居民受害。而安老院林立的区份如深水埗和元朗则更成为重灾区。催泪弹对社区的影响一直成谜。有化学工程师表示，过去三星期他们走访各区曾发生冲突的地区，采集超过200个样本，发现金钟、上环及深水埗一带，即使在冲突发生后两至三星期后，仍能测出催泪烟中主要化学成分 CS。 相关地区测出 CS 的共通点是，警方曾于该区密切室释放催泪弹。化验团队自8月18日起于金钟、上环、西营盘、九龙湾伟业街、德福花园、深水埗及荃湾，以含溶剂抹布来取物件表面的尘埃样本，当中金钟、上环及西营盘及深水埗一带，在冲突发生后14至21日进行采样，仍发现主要引致不适的 CS 化学物质。而测出 CS 的地点因为空气不流通即有遮盖，化验团队亦发现 CS 或会受天气影响。下一则，来自苹果日报的新闻，标题：逆权运动，王维基联署呼吁特首
制止警报，促交代831太子袭击，设独立调查委员会。反送中浪潮持续逾3个月，示威者的暴力升级，警方的滥暴亦有增无减，社会各界均关注香港街头抗争继续下去的后果。香港电视主席王维基就于昨日10号向特首、保安局局长、警务处处长发出公开联署信，指警方目前在执行止暴制乱的政策，频频出现不必要的武力，包括以警棍痛殴、以胡椒喷剂喷射不做反抗的示威者，造成严重人身伤害。联署去信促特首、保安局局长、警务处处长马上严肃制止执法人员使用不必要的武力，释出善意，让社会可冷静下来，展开回应市民诉求的对话。而就721元朗事件，联署信就恳请政府尽快彻查，又希望当局将831太子站冲突事件完整公开交代。而整个反送中运动多次出现警方滥暴事件，联署信就希望政府应积极回应主流民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联署信同时指，近日示威活动趋向暴力，出现投掷汽油弹、纵火、不必要的肆意破坏等危险行径。联署信呼吁请愿及示威者和平克制地表达诉求，停止对公共建设造成破坏。联署信有多位社会名人，包括香港电视主席王维基、运输及房屋局前副局长邱成武、劳工及福利局前局长肖伟强、曾俊华、公关智囊罗永聪、中大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苏伦基等等。下一则来自苹果日报的新闻，标题：逆权运动，球迷齐唱愿荣光归香港，嘘声盖过义勇军进行曲。港人反送中的逆权运动继续遍地开花，并再次伸延至大球场。香港球迷继今年7月在截至对曼城的季前友谊赛表态后，连登载号召球迷周二晚10日在大球场举行香港迎战亚洲一哥伊朗的世界杯外围赛，身穿红或黑衫入场，你进场前叫口号和唱香港之歌，愿荣光归香港，并手托手助人链围绕大球场一圈，向外界展示港人反抗警报与追求五大诉求的决心。下一则来自苹果日报的新闻，标题：逆权运动，林郑民望曾跌至 22.9 分破新低，宣布撤回后 73% 的受访者给零分。特首林郑月娥本月4日宣布动议撤回修订逃犯条例，香港民意研究所今日发表调查结果，最新特首评分为 25.4 分，终止了2个月来的跌势，较上次调查略升。调查又发现，在特首宣布撤回条例前，其单日评分一度跌至 22.9 分的历来最低分，亦是历来特首中最低分，但在宣布撤回后，单日分数略升至 26.6 分。明年主席钟庭耀认为，撤回修例只能略为止血，若计算误差率，分数根本算不上有回升。调查又指 65% 市民反对林郑只撤回修例而无回应其他诉求。明年亦于9月5日至7日进行意见群组调查，共收集 1.36 万个样本， 65% 对特首只撤回修例而没有接纳其他诉求表示反对，仅 24% 表示支持。而在 1.36 万份样本中，约1万人给予林郑零分，
给予他一至一百分的2600多人中，亦有78%反对特首只撤回修例，而没有接纳其他诉求，11%表示支持。至于问责官员评分中，以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评分最低，最新分数仅17.7分，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有高官跌穿20分。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分别仅32.1分和28分，亦属今届的最低。而局长支持度中，以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最低，仅得15%。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创科局局长杨伟雄及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亦只得17%。中庭要称，按外国普选标准，李家超、刘江华、陈茂波和杨润雄属表现失败，若长期支持度维持数月，已应被罢免。林郑和郑若骅更属表现拙劣，应立即下台。下一则来自苹果日报的新闻，标题逆权运动，眼见中学生继续发声，近大办罢课集会坚持抗争。开学超过一周，全港仍有不少学校举办合理非处人链活动，寓意全港学生连成一线，争取五大诉求。浸会大学今午亦举行1小时罢课集会，逾200学生出席。有参加学生名言，眼见中学生仍然为抗争而努力，作为大学生好惭愧，故继续会以文宣落力宣传各项活动，说服身边人不要放弃支援抗争。另外亦有学生至开学后一直罢课，以行动支持运动延续。地理系4年级黄同学形容反送中是长期抗争，即使9月2日开学日的罢课集会声势浩大，万人空巷，但往后日子仍然需要一众学生持续罢课，才能表达诉求之效。尤其当见到中学生早早走上街头，又铸成人链等，我觉得作为大学生好惭愧。特别是中学生有更多规限，家长、老师、校长，平时我们大学生逃课玩乐没有顾虑，为什么现在叫你出来罢课、摆街站又这么多考虑呢？他认为不少学生放不下自身责任，令大家淡出罢课活动，唯有依赖文宣落力宣传各项活动，又说服身边人不要放弃支援打抗争。正就读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的3年级的周同学透露，开学首星期全罢课，至今仍尽力抽时间声援各类学生活动。周以全副武装现身学生集会，但明言自己是个合理非，带上全副武装是支持前线之余，亦想说带全副武装穿黑衣都是平常装束，不想让他们都变成白色恐怖，平常人都可以这样穿，坦言不怕尴尬，以和平方式在校内都向前线表达支持。以上是2019年9月11号的新闻简报。